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东京新宿的 Ayura 专柜。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一位非常美丽的专柜小姐哦。那么我们欢迎她吧。嗨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么我想请教你一下，我们 Ayura 这个品牌的品牌概念是什么呢？因为据我了解啊， Ayura 是一个全面性综合的护理品牌，它从头部肌肤、脸部肌肤、身体甚至足部肌肤都有照顾到。对的，我们的品牌就是讲究您只有得到身心的健康，才会有一个健康完美的皮肤状态，这也是一个比较治愈性的品牌呢。那么来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几款人气商品吧。好的，那么我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款在 Adcosme 网站上得过第一位的美活沙美容液的加强版。这款美容液呢，大家可以天天用它来进行按摩，以达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，然后提拉紧致的效果。然后还可以呢，每周一到两次用这边的刮痧板刮痧按摩，这样的话还可以预防法令纹呢，感觉可以瘦脸呢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这一款美活沙头部美容液，直接倒在头皮上，然后来进行一个头部按摩。通过头部按摩呢，可以使大家拥有一个健康而滋润的头皮，而且还可以通过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所以说呢，大家拥有一个健康的头皮，然后长出来的头发也是健康具有光泽的，还可以预防脱发哦。好棒哦。然后最后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款美白面霜，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吧。对呢，然后这款美白面霜呢，它不仅是美白，然后还十分的滋润，所以说很适合接下来的秋冬季节。真的，而且长期使用呢，会抑制你皮肤的黑色素生成，给您一个透明如陶瓷般的肌肤。哇，好棒哦，我要这个哎。 OK， 那我们刚刚介绍了 Ayura 的几款爆棚产品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进去问一下顾客是怎么想的吧。 Let's go。 啊，不好意思，您好。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个 Ayura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对它有什么感觉吗？啊，其实我是在国内的时候就知道 Ayura 这个品牌，因为它是资生堂旗下的，然后我听说特别特别好，所以这次来玩就特别来买了。哇，这么厉害，谢谢你啊。那我们今天呢逛了 Ayura 这个专卖店，然后介绍了很多好的商品，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呢？大家一定要记住， Ayura 是结合我们的身心还有身体，所以呢，想要 Ayura 的产品一定要到豌豆公主上去购买哦。拜拜。